你没看错，这位女士将手臂伸到了鲨鱼嘴里，这是在帮他们拔牙吗？其实并不是，这是在帮助鲨鱼拔鱼钩，这些都是这位好心女士的战利品。从开始拔鱼钩至今，她已经帮助鲨鱼群拔出300多个鱼钩了。这位女士名字叫缇娜，每次当她潜到海底，总会有很多鲨鱼慕名而来，围绕在她身边，没有任何的攻击欲望。在鲨鱼心里，缇娜可是他们的大救星。现在缇娜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这些鲨鱼能够稍微舒服一些，不用每次吃饭都疼痛难忍。这只乖巧的鲨鱼叫福格，它是第一个接纳人类的鲨鱼。当它尝试靠近缇娜的时候，缇娜发现有根鱼线在它的嘴巴里飘着，或许福格也是在寻求帮助。缇娜勇敢打开了它的下巴，直接将手臂伸了进去，将鱼钩给拔出来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很有成就感呀。从此福格就成为了缇娜最好的朋友，他还允许人类抚摸他，真的也太乖了吧。此后缇娜的事迹就在鲨鱼的圈子里传开了，越来越多的鲨鱼携带着鱼钩赶过来求帮忙。看看这场景真的令人感到害怕，但是缇娜却非常勇敢，而且有福格一直在身边守护着她，所以缇娜可以专心帮助这些可怜的鲨鱼拔出鱼钩。看来鲨鱼不仅仅知道报恩，而且还有自己特殊的沟通方式。缇娜认为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鲨鱼都是我们所认为的那般凶残，他们也有感情，也会报恩，同时对人类的包容性比你所认为的高很多。缇娜自从开始学习潜水到拔出鱼钩，总共用了1年时间。一年之后，竟然发现有鲨鱼躺在她的大腿上，这样的场景也太不可思议了吧。缇娜说，每次看到鲨鱼被拔出鱼钩朝我点头示意的时候，自己的内心都感到非常的满足，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成就感。福格现在就像个狗狗一样躺在缇娜的大腿上，他知道这位美丽的女士并没有任何恶意，是值得信赖的。现在每隔一个月都会潜水到固定的海域，然后福格就会带着那些携带鱼钩的家伙过来拔鱼钩，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默契。缇娜就像个医生一般，尽量弥补当初人类犯下的错误留下的鱼钩。最后缇娜表示，大海中其实没有可怕的怪物，有的只是停留在脑海里的刻板印象。